奔跑在魔法时刻，生产是必修的课。你看洛克王国多辽阔，因我们爱生活。明天还会有什么？什么呢？微笑，别怕困难多。不怕，我有最强的宠物，咕噜就在手中。喵喵，火花和水蓝蓝。最好的伙伴，一起探险并肩战斗，绝不怕苦伦和恩佐。拥抱在魔法时刻，勇气能开出花朵。下晴天空一定有彩虹，我是勇敢洛克。在神奇的洛克王国，在维苏威火山的烈焰中，在怀特冰山的千年寒冰里，藏着每一位魔法师的终极理想。只有收集起八大徽章的人，才能够开启圣魔法的力量。前进吧，勇敢的魔法少年们！好郁闷呐！右转，左转。左转，左转，前进。陛下，好玩吗？不好玩，玩遥控机器人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整天困在宫里闷死人了。这位就是洛克王国的国王，可莉公主心目中英明神武的父皇吗？本王命令你们安排一个好玩的活动给我。那是什么？可莉要上魔法学校，不能陪本王。哦，魔法学院，魔法学院的八大徽章资格赛就快举行了，陛下可亲自到学院为学生加油打气，让他们感受陛下爱民如子的风范，一睹陛下的天威。对对对，我可以趁机向学生们发表演说。还可以让学生们来个文艺表演什么的也不错。哈哈哈哈。魔法学院这次有麻烦了。魔法学校八大徽章资格赛即将举行，国王于明日亲自来学校为大家加油打气。哈，连国王都来为我们打气，我们要更加努力准备资格赛了。不愧为本公主的父王，爱民如子，国事这么繁忙还抽空来为本公主打气，真想让公主看到陛下真正的样子。果然英明神武啊，戴上皇冠便可以出发去魔法学校了。怎么皇冠不见了？哎呀，我放哪里了？不在这儿啊！哎呀，不见了！天哪，这简直是圣安德鲁王朝30年来最大的危机呀！父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好辣呀！父王，你刚才放在蛋上的是辣椒酱，不是番茄酱啊！父王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本王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把辣椒酱都当成番茄酱了，还说没事？父王，
你尽管把事情跟我说说，我一定可以帮你解决。我不见了东西。父王的皇冠不见了。哎，轻点声，被人知道就不得了了。哎，皇冠代表了国王的身份，没了皇冠，父皇就不再是国王了。而且下午还要去学院演讲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事关重大，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啊。皇宫守卫森严，不可能会有小偷的。父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尽快替你找回皇冠。啊，真的吗？可莉真是父王的好公主啊，小小年纪已经懂得为父王分忧了。本王封可莉公主为寻宝特使，替本王找回丢失的皇冠。父皇想让全皇宫的人都知道吗？不是啊。不过父皇，你封我是寻宝特使，我是不会令父王失望的。寻找皇冠的事包在本公主身上，父王你可以放心，不过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。好的，可莉，你有什么办法找回皇冠吗？跟其他人说，叫他们帮手。等会儿就是演讲时间，皇冠不见了，确实是件大事。哎呀，你们快点想办法吧。只有2个小时，而且又没有线索，凭我们怎么可能找回皇冠呢？我不管，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本公主答应了父王，所以我不能示威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来。哼，我们一定要在沙子漏完之前找回皇冠。谁找到的，我就请他吃皇宫内的御用甜品。哇，御用甜品，听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甜品。出发吧。遵命，特使。最近洛克王国经常出现物品丢失案件，我想找麦卢小城的神探了解一下。坏人就是这样偷走物品，大家出门一定要有警觉性，看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防止被盗。当发现犯罪行为，要第一时间报警。谢谢麦麦和露露，你们辛苦了。哦，是了，我要跟伙伴会合了。陛下，你的皇冠是什么样子的？哦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放在书房中。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？陛下，你早餐吃了什么？煎蛋。哼，这是什么问题？跟找皇冠有关吗？我还没有想到问什么吗？皇上昨天干了什么？到了哪儿？见了谁？我昨天起床后花了3个小时修剪胡子。午餐后到花园看蚂蚁搬家，看了2个小时，他们动作还真慢呢。晚上跟大臣议事。父皇也不是净干无聊事，跟大臣议什么大事啊？如何扮演机械人喽？父王，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？我也是忙里偷闲而已。那就是说，那三位大臣曾在书房待过，都有嫌疑。洛克说的对，我这就去审问他们。说，你们把父王的皇冠藏在哪儿了？冤枉啊，可莉公主，我怎么敢拿陛下的皇冠呢？哼哼，时间不多，快说，否则要你们尝尝天下间最无情的刑罚。那是什么？挠脚底板。用刑。我们没有皇冠呐！救命啊！饶命啊！好痒啊！冤枉！快烧断气了。
特使大人，犯人已经笑晕了。梅可疑受到这么严酷的刑罚，也坚决说没偷皇冠，看来不是他们偷的。没错，从来没有人能忍受挠脚板这种酷刑的。时间不多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分头去皇宫各处进行地毯式搜索。整个王城划分为城堡大厅、舞会厅、宴会厅和城堡露台。我们要在半小时之内找回皇冠，大家要分秒必争，出发吧。有吗？再找。有收获吗？怎么办？时间不多了。我们不能放弃，继续找。这味道。你闻到什么啦？是饭的香味。是从这个房间传出来的。洗手间竟传出饭香，一定有古怪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大家搜寻一下，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。不只是饭，还有菜的味道。洗手间有饭菜香味，真是奇怪。丁某，抓住他。终于找到了。这东西速度真快呀。小火苗，暴击枪。好强的冲击力啊。水蓝蓝，小火苗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一定有古怪，菲尔特一定和皇冠有关。从这走过去是皇宫舞会厅，那东西一定是想逃出皇宫。那东西一定是偷皇冠的小偷，竟然让他逃跑了，真气人。蒂玛，没错，他好像很熟悉王国城堡的地形，到底是什么宠物呢？可恶，进来偷皇冠一定是有预谋的，本公主一定要抓住他，狠狠惩罚你们两个。还待着，你们跟我抄小路去宴会厅，把那东西截住，一定不能让他逃出去。动手吧。这里是没有小路离开皇宫的，那东西一定还在皇宫之内。有办法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只要守着必经之路，就用网对付他。好，是他，准备，一二三就跳。是，一二三才跳。一二三，一二三才跳。救命啊！好像滑水一样。菲尔特，表演一下吧。你还开什么玩笑？快追！是。全体出动。站住。小火苗，暴击枪。他的速度很惊人呢。他披着黑披风，图鉴读不出资料，不知他的属性是什么。那就抓住他，让他露出真面目。迪莫，去抓住他。迪莫，我要，我要。迪莫，你没事吧？宴会厅能藏身的地方太多了，现在更难找到他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哈哈哈，他怎么藏也躲不过菲尔特的鼻子。没错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
在这里，那边有饭香。哈哈，菲尔特，你的鼻子比狗还灵敏呢。我才不是狗，我只是太热爱美食罢了。去抓那黑东西吧。出现了，抓他。那东西真狡猾，蒂姆，失明。岂有此理！又被他逃跑了，你们真没用。那东西看来是野生宠物，它的速度太快，硬碰不行，一定要智取。但是我们去哪里找它呢？离开皇宫是要从城门吊桥走的，它太快，很难抓。啊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它不是跑得快吗？我便让它跑不动。好主意，可莉不愧是寻宝特使。这特使本公主当之无愧。我们先让那东西放松戒备，再从皇宫密道悄悄绕过去，比他早一步到吊桥做准备。水蓝蓝，之后一切交给你了。饭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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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次一定跑不了。宠物定位图鉴。饭桶菜是普通系宠物，爱好无法预测，难怪它身上有饭香。我早就觉得它像一个饭团。这一次蒂莫一定可以打败它。饭桶，饭桶，饭桶，饭桶。水蓝蓝，水之神枪。蓝蓝饭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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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不是水，是滑油来的。没你跑得快，就用滑的吧。哼，要斗智，你怎么会是本公主的对手？小火苗，暴击枪。饭桶，饭桶，饭桶。蒂莫，闪光冲击。蒂莫，饭桶，饭桶，饭桶。表现有点不妥，他这样下去会伤害到自己的。啊，快救他！喂，卢克，危险！饭桶，没事了。饭桶，饭桶，饭桶。说，你把皇冠藏在哪里了？饭桶。皇冠。真的是你，为什么要偷父王的皇冠？你们看，他有伤啊。哦，看来是饭桶的底部破掉了，要找些东西支撑着。饭桶，你偷皇冠是想用它挡住破掉的位置吗？饭桶，饭桶。嘿嘿，原来陛下的头跟饭桶菜的屁股大小差不多呀，真搞笑。本公主不许你把父王的头跟屁股混为一谈。哼，快点道歉，本公主便放你一马。既然皇冠已经找到，我们就帮他找一个新桶吧。新桶来了。饭桶，饭桶，饭桶，饭桶。这是我家造的桶子，大小正好合适，饭桶菜比以前更舒适了。哈哈，对呀，比用皇冠挡着屁股好多了。任务完成，我们赶快把皇冠拿给父王吧。哈哈哈哈，戴上皇冠演说才有国王的威严啊。刚好赶得急。本公主出马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，我还真担心死了。找不到皇冠，演说便要取消了，你们为本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。父王，全靠我的英明领导才能找回来呀。
父王最珍贵的宝物是可丽公主呢。真的吗，父王？太感动了，我突然很想念爸爸。寻宝特使顺利完成任务，我们立刻出发去魔法学院进行演讲。各位同学，请用热烈掌声欢迎圣安德鲁国王。不打扰大家时间，我只简短地说。各位同学，八大徽章资格赛即将进行，大家要努力练习，要成为出色的魔法师，必须注意以下108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有99个要点，这样这样再这样然后这样。陛下已经演说了3个小时啊。我撑不住了，有点后悔帮他找回皇冠。演说完毕。陛下终于演说完了。蒂玛，蒂玛。说完108个要注意的地方，接下来我要跟同学们说说魔法师的108个禁忌。这比挠脚板的刑罚还要可怕1000倍啊！2.3亿小洛克不能错过的最强数落，洛克王国大电影4。嗨翻的冒险，一起出发，不看不收心。8月13，全国奔跑上映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信念的指引，穿越时空踏入幻境，命运齿轮悄悄转动的时刻，要守护的约定。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，身冲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